讲，这个元素就是小女生会热爱的元素，因为我女儿也是非常热爱，就是很有一些小珠珠，然后亮亮的，然后又彩色。水洗，它这个大底就是跟我们水洗凉鞋的大底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垫脚，所以它这个底就是你脏了，你直接用清水洗，然后它下雨天也不会滑。对，下雨天也是，就是除了夹脚拖以外，你的一个新选择。是它其实又不是俗气的那一种，因为你看到、哦、它前面这一半跟我们。去年的大人的是一模一样，只是这个粉红色是新色啦。然后因为你小朋友他们脚比较需要多一点支撑，最后就是必须要帮他们加上那个可以两穿的。因为小朋友如果你是拖鞋，他的鞋帮会飞出来。他们太失控了、欸、他们真的是追赶跑跳碰。然后如果你加上这一个，就算他变成拖鞋，他至少有两层箍住，所以前后都有箍住，也是穿得住。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容易担心的妈妈，你就直接脚从这边。就是让他穿凉鞋穿进去，然后如果他脚踝是比较瘦的那一种，比较胖就是也可以穿，但是如果是比较瘦，你旁边这边是可以高低调，有没有？这个真的是每一次看都会很美，仔细看它这个毛的，还是会觉得很渐层感。然后你在粉红色的也是，粉红色它也是渐层彩虹的感觉，而且它这个两穿设计会让他们能够穿的时间会更久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，这不太容易毁灭，因为它其实面也不容易脏。